世子和大将军其实本质是一样的人。不，我和他不一样。我不会牺牲家人。世子和大将军的事儿，我不便多说。可大将军和我说了，等你闯上青城，我就把这些年追查到的所有细节都交给你。从此以后，无论多少年，哪怕我和大将军都不在了。 可你一定要追查下去，替小姐报仇。他不说，我也会查下去。世子稍等，我去给你拿些东西。好。抓得太紧了。疼吗？不疼。 对不起，你怎么也不喊疼啊？